不我还想能问个亡人吗？讲吧。我父亲马自友。马第二个什么字啊？自己的字，朋友的友。啊，蛮瘦的嘛，啊。嗯嗯嗯。瘦瘦的圆，瘦瘦的脸，嗯，头发往后梳的。对对对。嗯，啊，他已经在天界了，蛮好的。嗯，在天界。那我们为什么老梦着？梦着有时候梦着他不太好，就是，有时候要么就是他就下来能好吗了？你们老老给他家里有人烧冥纸，他能不下来不了？嗯嗯嗯，对，家里有个弟弟，经常烧冥纸，嗯，对，好了，听懂了吗？嗯，对对，你试试看呢，你叫他再烧好了，他再烧大概一年的话，他就附在他身上了。哦。啊，他不信啊，他不信啊。对对对对，他不信，就我们。你们跟他讲，他不信，他就来了呀，他就经常来呀。嗯。嗯嗯嗯。你们好。那我们还需要念吗？好不容易把他推上去，他就把他烧下来，推上去烧下来，几进几出，他，你的这个。过世的这个亡人已经产生嗔恨心了呀。哦。他很恨。好的好的，他很恨。恨的话就麻烦了，就出事了。明白了吗？嗯嗯。好吧。嗯嗯。嗯。好。师傅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念吗？还需要念多少章？要念的。嗯。你大概多少？还要念78章吧。嗯。78章，好。好了。我们四个女儿一起念着呢。嗯，很好，乖一点，好吗？师傅，我们都见到你了。师傅，师傅还能再问问，还有母亲也去世了。不行了，快点吧。啊，感恩。